欢迎光临。哟，好久不见呐。这位是前男友？还单身呢？你也不想想为什么？可能因为他今天没吃早饭吧。不吃早饭跟单身有关系吗？那他谈不谈恋爱跟你有关系吗？看你朋友圈是不是在健身呢？女生练肌肉，男孩子不会喜欢的。那你练肌肉是为了让男孩子喜欢咯？今天妆化的不错呀。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怎么化妆啊。一点都不尊重我。化妆品也是花钱买的，化妆也需要时间的，见不重要的人化什么妆啊。离开了我还有谁会看得上你？你就只能成天和这种矮胖子混在一起。水水喜欢他的人比你强一万倍。